你到底在哪里？没啊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两个就是坟墓里的两条虫。谁生谁死，谁也不会知道，永远也见不到天日，永远也出不了头呀。如果一万年像一天，一万天像一秒，那么活着再怎么苦，也不过是一睁眼一闭眼的功夫。做人再苦，也容易忍受啊。因为这一秒钟生，下一秒钟就死。睁眼是生，闭眼就是死。那么生跟死不都是一样的糊涂，就随他们怎么摆布去吧。我们不能让他们摆布啊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有办法，有。走去我的同学家里。这是不可能的。绝慧，你这是把大哥往火坑里推呀。什么叫不可能？世上那有不可能的事？只要你绝慧，你那是纯粹小孩子的话，这件事只有慢慢。现在事情都逼到大哥头上了，你还叫大哥？大哥，你要大胆呀。大胆？我要为了这一个家呀。绝慧，我不能一个人随便大胆，忘却自己做长房长孙的责任。你出来。是爷爷。